当初吞到肚子里，用钢筋锁喉。掌声，掌声，掌声在哪里？掌声在哪里？下面是钢筋锁喉。白炽灯灯泡，白炽灯泡呢通上电，灯泡会亮，然后呢杨先生会站到两把锋利无比的菜刀上，我来给大家演奏葫芦丝。好，现在电已经接通，脚喂喂喂